满堂难得都够走啊，好怪哦！等一下，不对，广东话。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虾啊，唔系，我已经变成刘电虾啦。广东话入面有好多好独特嘅文字，由古代流传至今。大家睇完上集之后，应该都好清楚啦。当你清楚噶啦，令到电虾觉得好意外嘅系，好多人都估到上次问题嘅正确答案。靓仔，今次我再揾嚟帮我改咗个新名嘅小俊，同我合作新一集嘅粤字普通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台湾 GTV 嘅小俊，今次嘅广东话字未必想传到，问题问到都公咗咧，大家听唔听错啦？今集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新挑战。咩挑战呢？挑战唔好笑。喂，小俊，有观众问你笑咩喎？唔系问你咩？系咩？其实我都唔知道笑乜嘅。系咯。好，同上次一样啦。各位观众记住睇到最后，一齐参与估一下呢啲由普通话读出嘅广东话句子，其实系咩意思？我哋开始啦。攞攞嚟嚟攰攰硬硬硬屎啊饿饿饿喵，这个字有三个念法，有念拗，有念拗，也有人念扭。我或则至七吃搭棒金庆鱼鱼加架晒晒哩，这个字有两个念法，哩还有哩。北壁哈下还有鹤，遮，这个字有两个念法，遮，还有是。台湾海斗，喂，志向你都无得面啊，想饿我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同我打呼。你个爹！想饿我，哼，同我打破局啊！你敢恩心细度西内爷啊？随地而死，被人罚钱，真系自己萝莉啊！太难了吧！哎，事先嫁你，碰到我日生啊！果然难唔到大家咧，一如以往啦，系留言嘅地方话俾我知你嘅答案啦。一星期后会喺 Facebook 专页公布答案。好多谢 GTV 嘅小俊同我再次完成呢个影片，可以俾大家睇到广东话唔一样嘅地方。我哋仲有一个下集系关于台湾中文 vs 香港普通话 Part Two。虽然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语言，但是有可能因为文化关系而造成一些笑话。下一集我们讲的主题是。与3C电子产品有关的东西，完整的影片请看这边。然后唔好唔记得订阅小俊嘅频道啊！有更多精彩嘅影片带俾大家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